朋友们，咱现在就来看看 AK 十一的内装能有多好看。老样子，先系上安全带。真皮包裹了方向盘，后方还有换挡拨片。传统指针仪表现在可不多见了吧？中控是一块8寸的萤幕，看着挺漂亮，但功能确实不咋地。最实用的就是蓝牙连接跟倒车显影，但这个倒车显影确实脾气不太好，时不时就直接来个黑屏。排档则是我最爱这车的原因，咱来启动下。看，这仪式感让人不得不爱呀！拉链打开是两个自备架，还有这电子手刹车，超赞！后排空间确实不大，但坐起来却非常的舒服，而且还有冷气出风口，这必须给个大大的赞。那么这样一台具有200匹马力前置后驱的性能轿跑，你爱了吗？记得按个订阅，那么距离你开上豪车也就不远了。懂玩懂仔，不只有玩。